那侦探侦这么多年，难道我说也被锁定了？这我就不太清楚了。哎，怎么还是四颗火啊？我觉得青蛙已经算所有队伍里面算比较好打这关了。我跟你讲，现在这关不是木珠扣血，为什么是木珠？还好火柱还行哦。神珠他就不会被锁，这是真的。我这边消一康，因为避免等一下被锁更多珠。我这边把这个火珠消一消好了，好吧？还是啊，其实也不用嘛，对不对？没有火。哎！有过，有过，干还两个火。哦，你知道露珠？对啊，露珠表里面木珠是最多的啦，木珠特别多。更高了，开心没？扣自己扣更多血，回避更高了。这边好多毒珠哦。哎，拿你口令，打不死。哇，完全看不出来哎！这好像消太多颗了哦。哦，我会把自己直接扣死。Oh my god！ 这一组好像还行，可是我怕我开吕布，我怕我开吕布大哥的二技，我会直接把自己那个。绝灵可以挡毒珠，真的假的？太炫了吧！一组啊，我现在回复力多少？我好像可以直接看哦。还是我就避开火？有六组珠吗？木水水暗。三组水，那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可恶！不在第二关应验到下午应该，这样看起来可以吗？对不对？我已经装蛋糕琴了说，所以这边一定要开吕布二是不是？这边也只能叠星啊！喂！切好，没切好。要开吕布二吗？我怕我开吕布二，我怕我开吕布二，我直接那个、欸，我直接没办法切到六组哎、欸，有个白痴。可以。第三关这种科也是有点麻烦，不过应该有机会。现在怎么放？我为什么不能放这里呀、啊？
啊，不，今天下一组，这个一组会死吧？真的是一组应该会死人的、欸。哎、欸，好吧，看来只能只能那个了。花龙队名义用轻轨啊，对不对？看来只能开吕布二了。来，吕布大哥保底三组嘛，对不对？只要能消三组猪，对不对？就 OK。吕布大哥救我啊！好像可以哦。打架不要动啊动啊，然后就差不多要收了，好可怕哦！天哪！啊，有水雾，有水雾，有水雾了。团长变身，然后这边应该随便打就随便死。有没有巫术？哎、欸，是无关。OK。哎，你们瞧瞧疯狗团长的厉害。其实这版面有不差，我跟你讲，这版面好差哦！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团长给你点啊！打什么？可以，不愧是吕布大哥。可以存技能了吧？对，反正他中间不会全身一四一四呢。存技能，其实没什么好存的、啊，技能就不可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走啦。这个有毒猪又有那个，怎么说？又有那个火焰地形真的很难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。水雾救我，水雾救我！Oh my god， 有点硬。为什么这边要送你水珠啊？他这边应该送你火珠才对啊，你们不觉得吗？为什么要送你水珠啊？七分五，对，每回送你十颗火珠，我看你怎么磨。对，哇，我好坏啊！喘息关吧，也是啦，他给你 C 四哎，对，有点乐观，他是这样子的，所以大家送火珠应该就被延上了，我跟你讲，好啦，剩五十滴血啊，我等一下团长全满级我可以吸到多少来着？五倍嘛，欸、我可以多100攻击，哎、欸、我可以多250攻击，Oh my fucking god！这是七看哦，一上来就这么嗨，我刚完全没有想，我刚想说啊，随便转一下就好了，那就是七看。再一次，那既然现在知道已经知道是七看的话，一二三。火珠切开了，经过无尽根据那个巴丰特的那个原理来说，我应该要很会切这个才对啊。居然靠这张，其实现在回复归零的那个怎么说？回复归零的东西其实也是越来越多了啦，比起以前多很多了，所以啊，可是。只有水雾一个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常驻，不是吗？哎、欸，不是吧？等一下，干我好会切哦！天哪，好厉害哦！等一下，我刚刚手消九哎，问号北京手消九哎，
样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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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，不是六就是九，真的。刚其实我刚到底怎么转到的、啊？好难转、喔，天哪！其实这盘面很漂亮哎、欸，严格说起来这盘面其实蛮漂亮的，可是我根本不知道，就是干脑袋一片空白。一点真的假的、啊？怎么转、啊？慢慢数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样吗？喂！哦对耶，还有怀米跟唐雪剑，可是唐雪剑不能去升华，旧版的唐雪剑。奇怪，这版面明明很漂亮哎，你看刚闭着眼转都可以转到九康了。哎呀，我找不到这个怎么办？这边是四康了嘛，所以不是、欸，那个暗处怎么放进去的、啊？那个这到底是为什么会放进去啊？找黑警说：“哎、欸，脑袋一片空白，大概是可以打墙。你看这怎么放进去的、啊？好，所以刚刚这样是那个啦，所以只要这样就好了。我要好，还是被挡了四次。QQ， 玩一玩都没辦法控制嘛，所以。”刚刚那个真的是王二没办法控制，可是这边可以。那我趁这个地方赶快先看一下神剑斩了，免得等下重播。雷斩，然后吕布大哥要先喷一发吗？感觉喷这，感觉要先喷一发。这关血量是那个、欸，多到吓死人。先喷一发好了。那你看这边秦始皇那个也不会有任何那个效果、啊。QQ。现在想七十亿，所以需要用力一点。感觉等一下会刹车一回，有个麻烦。我鸳鸯，是该开个吕布了，开个吕布好了。等一下王一我开全反击坦一次嘛，对不对？全反击坦一次，然后。王二全满级，王二再开吕布应该就回来了。叮，好来。干，还有秦亚贝的这个东西是吸收，如果他是扣一滴血，然后就好笑了。还有是吸收。哎呀！好啦，我要熄火啦。熄火的话。早早表示针对，好啦，团长要多250攻击喽。对，聊天室250攻击很多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不对，多49而已，所以你还没到250。然后木暗木，应该打得死吗？还是没关时间啊？这样几颗？90王狗。Go go， 好，完全不够，所以要开神经斩，可是开神经斩的话，王二是不是就回不来了？不然就是因为他会重置护盾嘛，对的，他这回不会打我嘛，所以。他这里不会打我，所以我等一下再点一次木暗木，我还可以再输出一次。我想一下，如果现在消耗是10，对不对？十，然后等一下全满级会变成7/3。不是，那个对，没错，7/3啦。再行，对，我知道。7/3的话。
好像有在强制再拖一回合哎、欸。对，就是我要试试看两回合，两回合那个，两回合二十路。哦，这天越来越少了。好，他重置了，然后。如果我这边开全满级加秦始皇，然后坦一次，顺便消五暗。对，我们点木暗木，然后顺便消五暗，然后不要破盾。对我这边开的话变四，然后下回变五，好像刚好来得及哦，对不对？我这边开秦始皇加全满级，然后我不要破盾。对，因为我觉得秦始皇单独这样开下去应该是打不死，打得死吗？好像可以，好像不可以。我们这边点木暗木、欸，哎的话。刚刚有一点天降，怎么办？打稳还是打贪？原来是打稳还是打贪？我这边需要14嘛，所以我这边如果先存一回，秦始皇不破盾是十是四，那下一回是五。可是我王二不见得哦，龙哥长因为一个技的关系，我王二不见得能那个耶，不见得能消到五万。王王给你几颗珠？王王给你15颗珠哎、欸，18颗珠哎、欸，18颗珠有点麻烦哎、欸。我觉得我需要吕布大哥，所以我觉得我就应该打贪。对，都已经打到这边，当然是打贪啦、啊。好，今天这样了。然后我消，我不要破盾。现在是我的破盾，然后往往会有吕布的技能。OK OK， 看到没？团长吸了很多很多攻击啊！聊天室团长吸攻击吸超多的。哎、欸，我没想一颗水珠都没有哎、欸，这隔得开吗？18的话要用万解叠法，对不对？我不会万解叠法哎、欸。会反击对不对？会耶。可是我这边一定要消到暗，我这边不消到暗，那只能开吕布了。我这边一定要消到暗。不消到暗的话，那个下一关团长会回不来。对，但是我可以留一点珠。这边这一波啦，就把水珠消一消，好像也不能这样哎、欸，那就希望按住自己梅花啦。哎、欸，不行，按住太少，干，我要找一个按住多一点反面。没有，不见得会过，这网上有点硬哎、欸，老实讲，这网上超硬的。那就等一下网上会有一堆水珠，所以。不见得能切得好，嗯，他会送6颗嘛，所以，我这边只能希望那个，就是按住自己掉下来梅花，因为我要留一点按住。那干嘛？有差吗？有差，而且我先跟大哥，我会把它补回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当然是那个、啊。哎，团长个性有没有变？几乎没变啊！感情上差二，可惜。好，你还是知道吗？我们这边要开水屋哦，对不对？要关水屋，再开水屋，好，不重要。看一下、哦，4颗星，三颗，吕布大哥的剑在这里，所以
哦，天降一坨，够不够？好，有了，九亿，好像真的需要那一坨。起床，虽然真的没花没，刚我下的时候也在想同一件事情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好，对，聊天室，好，好难哦，好难。比我想说还是麻烦一点，因为我一开始在想剧本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一开始在想什么？想说带四团长。对，那四团长的理论被推翻，是因为首先第一个前面不开全反击被推翻了，对，然后后来说啊，那四团长水屋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四团长水屋同一个问题就是速度不太够，对，而且后面血量都是一滴的情况下，我开全反击也吸不到任何攻击，对，所以之后才变成这个样子。然后你看王冠也差点翻车，对，烈士打瘫，对，看基本上也是过了啦，可以 stew 吗？好 stew 对不对 ？stew。还有，我觉得你们不觉得秦阿贝已经算是打这关比较简单的队伍了吗？对不对？有一堆队伍是对这关很有压力的。对对，有一堆队伍在这关是压力非常非常大。接下来说叫普旭，我是说，啊，好啦，不知道这关会不会开会整串？应该不会吧？这关本身的难度不见得很高。